石化上游原料稳步垫高，带动了 PVC、PP 以及 ABS 七月份的现货价格同步走扬。尽管 PE 的产品涨多回跌，台塑、台化、联成、台达化等等的业者第三季的业绩都是有加分的。那么其中台塑第三季的开工率因为岁修下滑到83.3%，不过北美的 PVC 出货进入旺季，再加上新兴国家需求也转好了，有利于报价走稳。